咱们打一下那个《最终幻想零胜》。我们操作的还是这三个人啊。你就站在那儿看着吧。还行吧，稳，基本是稳30啊，偶然会有掉帧啊，因为我那个多线程好多地方都没开啊，因为多线程开了可能会有 bug 啊。其实刚开始打这任务还挺难的，人都比较多嘛。好，咱们继续走啊，继续关闭这个东西啊。其实他们伤害还是蛮高的，虽然挺脆的。我也正好回个血啊。咱再来，
哎，抓不好那个时机了，有一点啊。哎，血没多少了，加个血。快来！哦，我还以为他是源源不断刷的，不是源源不断刷的。哎呦，怎么又来一个？呵呵，其实抓好这个时机啊，打起来还是挺带感的。还是非常的 easy 的。然后都不投降吗？呵呵。该算了，不找敌兵了，感觉迷雾还是蛮大的。诶？这就没办法呀，这不太好躲呀，这就是。我看一下吧，这个兵老刷呀，好烦啊。然后看看能不能从这边绕过去啊，不能从这边绕过去啊，那只能。换成 king 了。
哦，对了，我记得当时为什么打了那么多次啊？是因为这个啊。好啦，视频就做到这儿。